方清仓到底在哪儿？小兰花，你快说出来，你不说的话命都没有了。真身不明，想来是月族的奸细。我不是月族，我不是奸细，我不知道。那东方清仓的业火为何会护你？我真的。做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？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有我在，谁都伤不了你。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。又是长恒是吗？你除了提他还会不会说点别的？不太会。反正就算你对我动情也没有用，你强迫不了我的。笑话，本座怎么会对你动情？那既然没有的话，月尊大人，你不如就放我走了吧。放你走？你能去哪儿？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水云天的逃犯。
私通月族的奸细，哪儿还有你的容身之处？我那是被你骗了。本座从未骗你，是你自己太蠢。你别忘了，本座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从水云天掠走，此等殊荣你怕是一辈子也洗不掉了。从今以后你都要和本座在一起，懂吗？把命簿修好，否则别想出这个房间。怎么又是这个命簿？你一个月尊，干嘛偏偏就这一个凡人的命簿不放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别多问了，只管修你的。我才不会修这个命簿，我才不会助纣为虐呢。仙女一般见识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逃跑了。求求你，你还是把我送回世仙楼吧。怕了？晚了，你以后都得住在这里。跟上。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这么黑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